好，虽然这个只是彩排，可是小朋友帮忙拍手一下哦。舞步们也是很需要你们的鼓励。我们现场的这一群舞步，他们今天也是去垦丁参加了那个不老比基尼的活动，所以他们今天很辛苦哦，也是赶场的状态。好，我们还在场边的各位朋友，现在这个只是彩排哦，他们还没有认真的扭屁股，等一下正式来的时候可能会更夸张哦。我又看到小碎步的步子，